晚的金钟奖星光大道，女星们都是用心打扮的。今年出现了不少女神风，包括了杨谨华还有 Ella 都选择长礼服展现气势。杨谨华呢，一袭开高叉的白色紧身礼服成为了全场的焦点。而男星的部分，仔仔周渝民压轴帅气登场，现场的尖叫声最大。今年的红毯将由我以及 JR 来为大家来服务。第49届金钟星光大道登场，吴一佩 JR 首次搭档主持。今年女星的打扮大走女神风。Selina 以红色开叉、红色高跟鞋自信登场。陆明君同样是红色系，胸前深 V 超吸睛。杨谨华一身纯白长礼服，高叉开到大腿根部，展现女神气势。Ella 的白色礼服气质高雅，充满女人味。哇，真的是很亮眼，最正的人妻就在这里。男性部分，从从唐崇盛穿着高跟鞋，还拿着自拍棒抢镜，红毯增添趣味。周渝民仔仔，压轴的仔仔周渝民以灰色西装登场，现场粉丝尖叫不断。陈柏霖的黑色西装人气同样很高。另外，蓝正龙、周又廷、邢雯夫妻一起走红毯，也让星光大道洋溢幸福味道。UDN TV 金钟小组台北报道。